这才是真正的暴力资源。大佬连续鉴定500件武器现场。珍宝。又不磨损，又一个，这个还行，高伤害高，全就一个。520，民体双加。我今天鉴定给锤哥鉴定 GB 了，弟弟爸爸来个千伤无级别，千伤无级别，千伤无级别，无级别流云，破血狂攻。为什么这不是满眼的都是金钱呢？流云白板。破血狂攻单加敏没有用，你自己来拿手机扫一下。这个高伤高命中，四行第二个了，求出无级别，出无级别连干5瓶可乐，求出无级别连干5瓶，无级别来。一级别就干5瓶，冥王爆杀，在你的头上爆破，冥王无级别，冥王无级别，我真的好想把这专用给点了，483，540，483，544，483，绝杀，说话声音都小了，听不见，听得见，冥王无级别，只要我鉴定的够快。逆天的双男子来了，有没有无级别？影魔双加，耐体双加，落点击破，永不磨损。我操，这伤这命中 bug 太猛了！这伤害叠加到这来的话，兄弟们，这武器太猛了。可惜了，这伤害太低，483，531，又一个不磨。530，501，483，533，531，520魔命双加，70回升，一修理。我操，我这神又出了，我神又破甲也可以。破甲术敏耐双加，伤害很高，这个地府能用，然后武装也能用，这要是把扇子就好了，化身能用，放下屠刀。牛了无级别，牛了无级别，无级别限制。我操，507，729的命中，放下屠刀白板，550单加级，来个附魔，到无级别，400无级别，逆天的双蓝字，求出无级别限制，没出无级别，不是吧？我去，有金子都来两个了，我服了。我操，神佑金子来两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最精致的名媛，罗汉金钟终于出大特技了，罗汉神佑，罗汉双加，单加耐力绝杀，魔体双加555，永不磨损名字数，神罗汉双加，不要白板，力耐双加，我操，为什么不是领耐呢？我。483单加敏，483单加耐，圣灵之甲511，赢了无级别，555，526，敏耐双加，永不磨损又一个，落点击破，要这个是永不磨损就好，鉴定怪进攻回升了，一天的双蓝子。520单加敏，511，507魔耐双加，进一修理气归。兄弟们，我们好不容易有一把高伤一点的逆天的双蓝子，来个无级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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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神佑乾坤斩？我去，这神佑特技，这伤害是真的高，永不磨损。哎呀，终于有一个能看的永不磨损了。
笑里藏刀，又他妈有点搞笑。这个武器是来搞笑的，他是换一个庄家都行，搞笑的一匹，一级别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乱中出，立敏庄家，慈航普渡白板，大特级慈航白板，要是慈航明级庄家的话，还是很香的。给老板来个惊喜，让老板从对吧？这个王者荣耀中走出来。怎么又两个一模一样啊？命中有点不一样。483，500，注册无级别，破碎无双，483，496。感谢一四哥的头等舱，破碎无双白板。罗奈双甲神佑，刚刚出两个逆天的双篮子双级别，483，555，544。没有去，之前不是去上海了吗？昨天去长沙了。牛了无级别，第一个出篮子了，牛了无级别，牛了无级别，牛了无级别，玉清绝，无级别玉清，玉清单加魔，单加奈，单加米，483。魔耐米力皮，好，没有米魔庄家，单加耐力，笑里藏刀。